因为两队各有胜负，所以每队淘汰三位。没有人希望每一轮都会遇到的，那我们遇到了就必须要做出选择。一定会舍不得，但是这没有办法。就像我们之前说了，不管任何人一个人离开修罗梯，我们都是一起的，都是一家人。第一位是颖儿。燕燕。哦。Sammy。很可惜，但很可惜，他们都是很强的。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，来参加自由街舞的选手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我也听得也不清楚，说的也不清楚，可是真的，一直说话，帮我告诉我听，我真的我的感觉是一家人，真的谢谢罗队长。来到这里真的我很开心啊，真的谢谢。我就是不要哭啊，别哭。没哭了，我没哭了，就是啊，真的喜欢你们罗队长，真的谢谢，从来开始到现在到跟我这样希望我也说不出来，说完有一点点对不起大家们就是真的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大家朋友，感谢你们，全部都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，然后这些天我想一下，我应该有一个半月没有回家了。我特别想念武汉的小龙虾，然后那个我想说，这个舞台绝对不是我停下的一个舞台，将来我一定会让每个人都看到我能走得更远。谢谢。我从刚开始接到不是罗队，然后就现在很爱罗队。看我们刚才哭都还在笑，就是真的很欢乐，一点都没错，没什么了。就很爱大家。马腾爱你，爱你。谢谢你们留给这个舞台的感动，谢谢你们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